大家好，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。呃，今天呢，我又看到了一个报道，那个《环球时报》报道的，起码真实性还可以保障。就是说呢，美国啊，这次啊抓了一个十岁的小男孩，呃，警察逮捕了。在中国的话呢，肯定就不好想象了。中国原来的话呢，十四岁以下呢都不负刑事呢责任的，然后后来呢，经过了几经努力的修改呢。 那十四岁以下要负呢？那都得要最高检、最高法有特别的状态下呢，可以到十二岁。而且呢，十四岁要负刑事责任呢，只有像杀人呐、啊、什么的这个几个特别重的罪。而这个小孩呢，为什么被抓呢？实际上呢，他是散布这些恐怖袭击的言论。他说校园有可能有大规模的像枪击等等。呃，正好在美国。啊。 德州的这个枪击案发生以后呢，对整个呢对于这个民众的神经是有很大影响的。但是你从年龄上来讲呢，这小孩就十岁，可能呢很多人也要一起说起来，那就是人家孩子的话，他未必他有犯罪的动机，他可能判断不了，觉得好玩嘛，对吧？你觉得好玩呢？你这个如果再加上个疑罪从无。 那会什么样？实际上你可以知道呢，美国啊，这个可以两点。第一点呢，他对这个低龄的孩子的犯罪啊，他实际上比中国严得多。像比别人老说这外国人对未未成年人如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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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看到呢，他对一些低龄的人的犯罪的惩惩罚，对对吧？他惩罚是严格的多的。第二呢？ 呃，他这个做法是什么？你可以注意一下啊。他的做法呢，有罪推定，他不是无罪推定吗？你要按照无罪推定去解释一个十岁小男孩的这样的行为，那你肯定你解释不到什么地方去。他是一个有罪推定，对吧？他对这个孩子的。另外呢，其实我们很多人呢是讲这个犯罪呢，都是要讲你要进行了实施。 是是行为，不能是想法。你要行为呢？你说他这个行为的这个说要有恐怖的袭击的，他最多的是一个想法嘛，他不能说他是行为喽。但是呢，对于某些事情，有时候想法都不能有，而且呢，甭管多大都不不得该有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条线儿，所以这条、啊、线儿的时候，一到这种时候啊，我一直说是选择性的失明，他不跟国际接轨了。你真正按照国际接轨呢？ 其实现在在青少年的很多犯罪的行为啊，你小时候对他的纵容，将来呢会造成更严重的结果。你像我们原来小时候就那个，我姥姥跟我讲，就是小时候他偷个针线什么的，他妈纵容你，到最后呢偷大了要掉脑袋了，然后临行前怨他妈了。你说你小时候你为啥不怎么怎么怎么着啊？对吧？ 这是我记得小时候是我姥姥给我讲的故事，就是你对孩子的时候呢，你越小的时候给他越宽容，实际上他造成的影响越大。按理说小的时候呢，在有些时候啊，是不能那么宽容的，该惩罚是要惩罚的，该付出代价要付出代价的。只是说现在呢，可以注意到你真正在校园里能那个当小霸王的。 都是家里有背景的。最后你呢？说的是保护儿童的，其实呢都、就是家里有背景呢，可以支持他的孩子胡来的。所以你说可以注意到，现在中国的话呢，这叫某叉二代呀、啊，他的力气都非常大，是啊，为什么讲社会都对他的很反感？就是他的小时候呢，这些人呢无法无天的，而且、啊、很多时候呢，现在又说了。 你这个十八岁以前干了坏事呢，判了刑啊，干什么的？呃，你这犯罪记录是查不到的。你犯罪记录查不到呢，意味着什么？你后头再怎么着还是很好处理嘛。而且这时候很越小的时候有了这些经验的时候，对以后越是很难管教。所以现在呢，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管教问题啊，包括我们的立法问题。 我一向主张的是，你实际上十岁应该能负很多责任了。实际上，我们的民事责任呢，从孩子实际上是十岁开始的。十岁以下无无民事责任，十岁以上就是限制民事责任。那对于有些刑事责任呢，其实还是可以往下再降低。就是说，他的十二岁远远不到，那他还可以再往下降低，而且这些降低呢。 你要不要有那么多限制？你看美国这事儿做的，他经过什么最高的司法系统了吗？没有啊，本地就可以干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样的话呢，这样才有足够的威慑，或否则很多时候现在的孩子发育很早啊，他那个十四岁其实并不小了，他的担刑责的年龄啊，应该再往前推，而且呢，对于某些犯罪的话。 呃，这个讲无罪推定啦，讲那个行为实施啦，呃，都很苍白。其实这种样的犯罪呢，我们看一下呢，你现在在教材啊什么这些的问题上，还有一些有些反恐的这些问题上，呃，你都不能这么宽容，因为有些时候啊，你对罪恶的宽容，就是对于善良和好人的残忍。 我们现在的各种的宣传呢，都是宣传对罪恶的宽容。对罪恶的宽容背后是什么呢？背后有强制习团，有贪官，有富叉叉叉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呢。其实中国的话呢，实际上是应该是对于罪恶呢是仇恨的，这都是相当于对敌人的话呢，你不应该讲宽容的地方讲宽容是不行的，应当呢是像嫉恶如仇一样来处理。 这才是应该符合那个正能量的社会价值观。谢谢大家，今天这个话题啊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，呃，希望能给大家有所启发。再见。